那刚刚充电的时候，我稍微测试了一下。那刚刚充电的时候，我稍微测试了一下它的耗电。那刚刚稍微测试了一下，那刚刚充电的时候稍微测试了一下，它到底是多耗电？它在拍照跟拍影片到底用了多少瓦的电在支撑它？那你在待机的时候，就是你在相机模式待机的时候就用了3.2瓦，那你在影片模式的话，待机的时候就用5.2瓦，所以你在影片模式待机会比较耗电。然后你在拍摄照片的话，然后你在拍摄照片，连拍加上防守阵的时候，你用的瓦数是8瓦，还蛮高的。那你在拍摄影片有加防守阵的话，你拍摄的时候10 bit 也是只有到6瓦而已。所以你拍照连拍防守阵自动对焦加起来瓦数是用最多。那你如果要省电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就是如果像是你在拍影片拍到一半，但是你想要稍微休息一下，那你可以回到播放页面。那播放页面比较省电，大概是2.7瓦而已。你就是不想要一直开关机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跳到播放页面，省电省还蛮多的。那这台 A7C 充电，那 A7C 如果用 USB 充电的话，它充。那 USB Type C 充电的话，它最快只有到13瓦，没有办法再更高了。那这样充起来大概1个半小时可以把从零的电池。那 USB Type C 充电的话，大概那 USB Type C 充电的话，就是慢慢充，只有13瓦的瓦数可以充。那 USB Type C 充电的话，就是慢慢充，只有13瓦的瓦数而已，所以充满一颗电池大概需要1.5个小时。那 USB Type C 充电的话也是蛮慢的，它只有13瓦的充电，那充一充，充满整颗电池，可能需要花90分钟的时间才可以把整颗电池充满呢。